逐梦黑白龟，我靠，什么南半球第一法系，呵呵，我就笑了。来吧，我管你第几法系，下辈子你就是一个躺在地上的一个小老虎小猫咪 Hello Kitty， 懂吗？啊，你蛇我都不用管，直接就连你，你爱防不防，懂不懂啊？下回合我就跟你讲，爱防不防，连环击以后你就是一个死人，3750伤害加上白天的伤害，你懂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就干你了啊！哎，你咋没防御呢？哎，你早说你不防御，我就连你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以为你会防御呢，你知道吗？这回合破血，然后下回这回合你都不对，防御也得死啊！破血啊，2400、2600，这都死了，我靠！我觉得你凉凉啊，还是这么快，6666，没毛病，没毛病，6666，可以，万万没想到啊！哎呦我靠，还在神了。黑暗，这就属于黑暗啊，这种就属于风头，就明明一定能赢的 PK 啊，硬生生的被他绿赢了啊。啊，对面双蛇成型啊，对面双蛇成型，但是我实话实说，不怕你的双蛇成型，无所谓。无所谓，鹰击我都不鹰你的啊。打死我这的人我还有须弥呢，我只要打死你的人和宝宝你一样会飞啊。须弥给我炸他，绿。